好，观众朋友午安，欢迎下午的2:40收看《就是要赚钱，趋势百分百》，我是晶晶。我们看一下今天台股大盘哦，今天开低之后呢，曾经翻红，但是接着之后就在平盘下做震荡了哦，而且今天收了最低哦，下跌了85点，收在18034，18000是站稳了，但是成交量能只有2872.7亿，距离封关还有4个交易日。今天呢，一个人的50哦，台积电呢这个戏码已经结束了，今天看到了联发科明天法说会嘛，所以今天台股二哥上场了，跟这个千金股部分的千金股一起撑盘。但是接下来呢，这个个股的部分该怎么看？大盘又怎么看？只剩下4个交易日，有没有红包可以捡哦？赶快请教我们专家，龙岩投顾王信杰分析师，欢迎您。哎，千金好，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午安。是啊，老师，越距离封关越来越近了，只剩下4个交易日了，还有人想要捡红包，还有办法吗？哦，其实我觉得说，你说谈到整个所谓红包行情，我们从整个最近这几天就已经跟投资人讲得蛮清楚，说，如果你真的这边要赚红包行情，你就去买 AI 啊。对啊。对，我想我应该讲，你短线去买 AI 啊，其他个股涨我没有把握，不敢跟你讲。但是我们跟你讲的是说，如果你这边短线真要做红包行情的，你就是买 AI 的部分的个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今天其实也看得出来，虽然台积电休息，对，拖累大盘指数，可是今天也看得出来，在整个所谓的辉达还有美超伟的一个大早创新高的一个带动之下，是今天我们看到所谓的一个广达、技嘉、微创、甚至微影，还有你说在延伸出去的一个散热的一个奇宏、双虹等等这些 AI 股票，台光电今天股价也创了整个波段新高上去。那台光电创了新高，也带动所谓的怎样，它要上去吗？所以我讲的嘛，短线你要赚红包钱，你就是看 AI 嘛。对，这就是第一个短线看 AI， 不要再犹疑了。那这个短线 AI， 但是连涨两天该如何来操作？甚至当然说这个是一个是短线，但是有些投资人不太喜欢做那么短，因为毕竟这些股票叫做做短线，可没有叫你一定要抱股过年。那什么股票可能比较安全，可以抱股过年的？我想可能就是在下面的，包含在奇美、我想在持续的一个获利的一个续报。那包含在整个奇美预期的 KY， 这目前在低档的，甚至我待会还会在投资人跟你持续追踪的，会不会在绿电的一个部分？如果在整个过年前后这附近有拉回，可不可以留意？那真正我觉得最安心、最安心，我个人认为啊，可以让信杰老师我自己本人抱的最安心。爆股过年的就是下面的5跟6，美债的 ETF 跟压债夫人，这个我绝对都不太担心它短线的震荡、因为我觉得根本是看得到，早晚一定赚得到，而且这个叫做躺着赚、你只要不要太在意短线的一个震荡，你只要有那个信心，有那个信念，坚信联准会你撑不了多久，你一定会做降息的动作，那你然后你就一定赚，然后有那个耐心，对，守株待兔去等它。我相信你在整个未来的这一年，2024年，一定赚得到大钱。那虽然整个今年，因为整个开始的今年，整个从1月份到现在，这过去这一个月，今年第一个月，因为整个可能市场预期，美国联准会3月11号可能不会做降息的动作，所以最近的所谓的一个美债的 ETF， 做个比较失望性的卖压，拉回做个震荡整理。但是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我觉得说今年的美债 ETF 就是先，你要说先蹲后跳也可以，也可以说是要做倒吃甘蔗，明知联准会早晚一定降息，那你美债 ETF 拉回不买，你要什么时候买？那整个大盘加权指数的部分，我想我就简单的带过去，我就不多讲。我个人认为是短线，虽然今天是最后尾盘压下来，下跌的85点，受到今天相对低档，我觉得短线就是在可能18000上下震荡了。我觉得就是在这边上下震荡，甚至搞不好还有，反正还有4个交易日嘛。也许在这边震荡过程当中，可以力守18000附近的几率，也许还是有的。18000上下震荡，甚至有机会力守18000。那说今天下跌80几点，我觉得也没什么压抑的、本来就已经提醒大家了吧，短线随时会出现，叫做节前的长假卖压嘛。所以你不要说像很多的专家怎样，很喜欢看图说故事，跌的时候看冷空。涨的时候越看越乐观，尤其当你今天早上一觉醒来，看到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够大涨啊，要创下新高的，想说哇，美国股市昨天晚上说昨天又晚上又大涨，今天台股18000的18300，
冲起来呀、结果如果你是这么想的人，今天应该是被人家倒打下来，对不对？只有今天是收在今天相对低档。那今天为什么收在相对低档啊？第一个你要说涨多震荡整理，其实都无可厚非啦、那就是很简单嘛，长假的节前卖压嘛。因为你看今天成交量剩下多少？2200多亿啊，是等于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的一个相对一个低档量低、那就是市场观望气会比较重，很多人干脆休息、我等过完年之后再说、不然进去买的人可能做的比较短一点点。所以而且甚至有些搭高的过程当中，有些就会做什么逢高复利做调节动作。但是呢，重点是如果在未来这几天就是一个上下震荡的盘、我觉得是不管你是小狭幅的震荡也好，或者剧烈的震荡都可以，但是我觉得是应该就是万八上下这边震荡。这个就是你要狭幅震荡，你要剧烈震荡也都可以。剧烈震荡就是说我可以杀一两百点，然后又可以给你拉一两百点上来，不然就几十点跟狭幅震荡，这个就是短线而已。但是如果下礼拜一二月五号如果是相对高档封关开红盘会如何走，这里我稍微卖个关子，我就不多讲了，大家心里有数。我这样，我昨天在节目中也善意的提醒大家，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利用最近这几天，的一个下午晚上的时间，或者利用过年期间去，可以去了解一下。你可以把每一年台股啊，只要是在相对高档封关，只有封关完之后的走势，我没有讲一天哦，我讲的是可能半个月到一个月的走势，你把它拿出来对照，过去这二三十年来，只要是在相对高档封关。开红盘之后的半个月到一个月，台股是涨还是跌？这个你可以去做个统计数据，这个我都暗示你，我可以给你讲嘛，你可以自己去做功课嘛，答案当然我自己心里有数嘛，会请你去做这个功课。过去这二三十年来，只要在相对高档封关开红盘之后半个月到一个月，台股会怎么走？我会跟你这么讲，一定是我自己有做过这个功课、那你有兴趣的自己去做个功课就好了，这里不多讲。但是就这是一个短线的一个部分，但是就一个波段的角度，我想还是没有改变，不会因为怎样月初杀下来就看空，现在涨上来又翻多。我想一路的就跟你讲，末段行情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不用看到很多的利多，我看这个是都是合理正常的，跟我讲过很多次，暂停升息的过程当中，台股一定还会，大部分都是还会涨，这个叫末段行情。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看到降息下去，你只要不要让联准会降息哦，千万不要让联准会降息。很多人很期待呀、想说如果联准会降息，现在还没降息，对不对？股市就已经涨到万八的，如果降息下去，会不会两万、两万一、两万五都来了？我三月点到这边，你千万满手股票的投资朋友们哦，你千万不要让联准会降息。对，因为你看只要降息，你只要降息，只要降息，你看股市最后是涨还是跌？是，我讲的是最后，我最后是大涨还是大跌？大浪在后面，大浪在后面，最后是大涨还是大跌？我就点到这边就不多讲了。所以你做股票的人，你最好烧香拜拜，最好心里有个底。对，如果过年春节之前有去从庙里抽走的人。联准会你最好不要太早降息啊，越早降息你股市死越快、有些话我想这边告诉你，但是这也是一个利率的走势告诉你，只要进入降息循环、然后美国公债殖利率不管你短线怎么震荡趋势都是往下，是，那美国公债殖利率趋势是往下，美债趋势就是往上涨嘛，所以我想我一直都没有改变嘛，过去这三十年就跟你讲的一个东西是在降息循环里股市都会重挫一波，降息幅度越大股市跌越深，除非你要赌这只是例外，还没降息还是做多，要听得懂哦，我不在恐吓你吓唬你哦，对，我也不有不要说很多人说信假的事，你是看得太空的，我都是很客观中性的跟你分析，我也不会为了想要做生意收会员跟你喊得很好，跌的时候给你看得很空，涨的时候给你喊得很乐观，我都是很中性很客观的，把我所看到的或者把过去的几十年来的历史的统计经验，统计的资料我提供给你做个参考，这是很客观的告诉你，那话都点到这边，那回过来就是第一，再来就是谈到美债一个部分，我想这个是我绝对，我一定是抱着过年了，我在低档这边你也知道嘛，相关的我不是买国美债，相关的美债，我在这边当时跌下来破底的时候，大家都在看坏美债，我公开告诉你，我买了七十张的美债，来到这边我说我获利虚报我没动，因为我不做那么短，
哦，我讲的这次的一个美债，哦，真的说真的，错过这次不晓得要再等一二十年，也许真的等到六七十岁，你还才有机会再看到这种美国的5%以上的一个什么利率的，真的说真的，也许要等到六十岁以上，哦，信角说要等到六十岁以上才有机会再看到这种5%以上的那个什么美国的联准会利率来到5%以上，因为你知道每次都是事隔很久才会再来一次这种5%以上的一个什么美国联准会的一个利率。好，那也因为这样，我转过了，要赚波段大钱的霸气跟决心。第一档我买了70张，哦，上去我获利续报，我没卖。哦，你说拉回的为什么不先卖一趟再买回来？没有看那么短，我也不喜欢做那么短。哦，有些股票你可以做短一点，可以，像有股票我们也可以3天获利了结，2天先卖一趟，5天赚10-20块获利了结可以。但是股票跟美债 ETF 的操作不一样，甚至我是说，我个人觉得说就是一个资产配置，有些你可以做短线或做短波段，但是有些你一定要做波段或中长期投资。好，那当然看每个人投资属性，你如果喜欢做短线进出比较多的，那短线的标的你就多买一点点。好，但是你也知道，长期下来做短线的人没有几个是赢家，一定最后都是做波段跟中长期投资的人才真的赚得到钱。好，那我所谓的中长期投资不是中长期套牢，不是像人家买台积电买在670-680，报了2年，现在等解套，那个叫中长期套牢，不是叫中长期投资，对不对？我在什么去年7月底买了伟创，买了英业达，买了技嘉，事后半年之后终于慢慢接近解套。哎，我说你那个叫不叫波段投资？你那是在做套牢，对不对？但是我们是很打定主意，下定决心，就是低档买，做中长期投资。这里买了70张，上去获利续报没卖，拉回的这段我又加码了9张。目前我个人手上有79张的美债的 ETF，那我老婆的部分就另当别论，也有几十张在上面。反正我跟我老婆加起来是100多张啊。哦，我也不要说很多，我们就是有大概在这边没有改变。好，那回过来这边的一个，不管怎么样，当然大家会比较在意的是这礼拜四清晨2点的一个联准会的一个会议的一个什么一个决的一个会后的一个声明。那我相信其实没有什么好变化的啦。第一个，反正这次就是一样是暂停升息，哦，但是现在为什么大家会不会解读是比较偏鸽或偏鹰的差别，是在于说现在可能说原本联准会的会后声明都会会议记录告诉你，还都有说，只要通膨升温，未来不排除还会升息。那个把不排除升息的还是放在选项之一。可是现在市场有传出来是说，这一次可能联准会的一个礼拜四会后声明，最大差别就是差别在哪边，把不排除升息这个选项，完就真的把它拿掉的，就是原则上不这一次的升息，到顶了。对，原则上。短期间之内，联准会都不会再升息的，而且他会说不止不会升息，可能还会再跟你讨论，哦，那个什么缩表的，哦，的规模，或者会在整个这次的会议记录里面跟你讲，在什么时机的情况之下可能就要进入降息循环，哦，那但是我不管怎么变，反正我不管你这礼拜是本来就不降息，3月21要不要降息都其次，因为现在市场的共识就是今年中或下半年降息几率高，但是你想说今年中现在才1月底跟我谈美债会不会太早？你不要，股票都是事先反应哦，对不对？去年10月、11月份叫你买美债，多少人说啊，今年2024才要降息，你先当时在去年第4季跟我谈美债会不会太早？结果你会发觉到现在今年1月底了，你还没看到降息，可是美债之前第一个不要说这边加上配息涨了18%。你现在再怎么回都回不到低档了，对，低点已经过，真的，因为我那时候就告诉你了，很清楚明白告诉你，对不对？相信我的人，我说公债殖利率见顶回落，只要暂停升息，长期公债殖见顶回落，美债进入长多。我是在去年10月底领先上告诉你，你只要暂停升息就会开始涨了，暂停升息就开始涨，哦，暂停升息就开始涨。事实回过来证明我跟你讲是对的，暂停升息。10月底、11月初就开始涨，好，就算现在你看还没降息，对，有拉回，涨多拉回，但是有没有再破底？没有的。好，那我今天再进一步告诉你，不会等到降息前几天才会涨，或确定降息才会涨，降息前就会领先创新高的。如果今年中要降息，我跟你讲，在今年在降息之前，
你就看到美债的 ETF 在这边了，信不信由你。好，降息前，好，降息前就一定先再创反应再创新高，因为都会事先反应。那所以我为什么在前几天在压回跌的时候，很多人又开始这个叫迷信心没耐心的时候，我不在节目告诉你了吗？离高点越远，你去买它，你未来赚越多。对，离高点越远，你去买它，你赚越多。那以昨天的美国公债殖利率是在 4.42， 是小跌了一点点，本来是 4.9， 目前 4.42， 这个我都帮你算过了。以国美债为例，哦，理论上，我说是理论哦，这不包含什么汇率那些哦，或短线因素哦。如果从4.42%跌到3%，你有20几%涨幅；跌到2%，你有30几%，还不包含美期配息，这个几乎可以说是你看得到，而且早晚一定赚得到的。哦，所以针对整个美债 ETF 的看法，我还是没有改变。不会因为今天涨我就出来讲它好，哦，又说赚了多少钱，然后前几天跌就不敢讲话，哦，我还是跟你讲，哦，小跌小买，若有万一有大跌你更要用力买，哦，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那除了美债 ETF 之外，哦，怎么挑，哦，国美债送给你啊，但是我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节目，那你可能就买国美债可以。那你说很多投资朋友说啊，很多的市场的专家推荐的什么金融债、公司债、什么债，到底那个可不可以买？或者你手上可能买的有短债的，什么元大美山啊，什么富邦美山啊、富美山啊，还有什么金融债、LiLiCoCo， 反正有任何跟美债相关的 ETF， 到底手上的好不好？未来涨幅大不大？其实重点就是未来涨幅大或小嘛。如果你希望你手上美债 ETF 可以在未来的联准会的降息循环里面，涨幅在名列前茅的话，哦，你希望我帮你解释的，你来找我。你不要到时候人家这联准会降下去，人家这边赚好几十趴，哦，甚至如果再降下去赚更多的情况之下，啊，你买错的美债 ETF， 只是赚的小钱，你赚便当钱买菜钱，然后去探大波段利润，翻身致富，啊，你赚便当钱买菜钱，那你错过这次你就很后悔了，因为下次的美债这种甜甜价，这种几乎叫做不要说100%，95%以上。哎，温坦没料，哎，我没有说今天买明天一定稳赚不赔哦，对不对？我也没有说今天买一个月之内稳赚不赔哦，但是就一个比较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几乎稳赚不赔的东西，对不对？几乎95%的几率，除非美国政府倒债嘛，不然叫做几乎稳赚不赔的哦。而且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人家很多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懂的说，哦，搞不好，这个要我们就谈到，当然不是说今年。那个美国总统要选举吗？起码目前看起来这样，川普的民调领先拜登吗？他说搞不好11月份川普如果上来，美国股市会好，债券就一定会跌。你错了，哦，其实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川普在任的那几年他常常在骂耶伦跟骂鲍尔什么，他希望他们降息，有没有？你自己去看，每次，哦，川普每次都在骂耶伦跟那个鲍尔，叫他们赶快降息。所以如果川普上来，我跟你讲，他搞不好更希望利率下来，他绝对不希望在他的任期之内那未来的4年美国维持在高利率，信不信由你啊。如果是川普上来，他更希望美国降息的话，有些话我就点到为止，就不多讲了。好，那除了美债、国美债之外，我也讲了嘛，如果你最近这几天陆续拿到年终奖金的，还是跟你讲，哦，良心的建议你卖欧北基，哦，乱拼乱冲，哦，到时候你没几天又把你的年终奖金冲掉，辛辛苦苦工作一整年，老板给你的年终奖金，结果你来股票市场当日冲、隔日冲，短线杀进杀出，一下又赔掉，那不是很可惜吗？对不对？钱如果你想要稳稳的，或定存到期、定存解约的，今年你只要下定决心，不要多，哦，稳稳的赚个4-5%，多则7%到1倍的压债夫人。这档股票可以买进，那这档股票操作建议这里也讲过，我就不多讲。好，那好，哦，这个元美债也是今天谈，这边未来也是一样，是找寻好的买点，哦，是找好的买点，这边我都讲过，都不多讲。好，那你如果说不管元美债或者压债夫人或者说国美债，哦，到底搭回的买点在哪里，怎么买，哦，到底你要买几张，怎么样分批买，你有兴趣的你自己可以来找我。那我想我们还是回过来，哦，花一点时间来谈 AI，哦，我想 AI 之前在高档，你知道去年在高档，我提醒你要小心，这个你都很清楚。然后在去年10月底，
开始没人有兴趣，罗嘎弟都迷迷骂骂，你都对比对对什么不再敢不敢再提 AI 了，因为去年是十月底跌到十月底十一月份，是市场没几个专家敢喊讲 AI 的，因为一路讲 AI 讲到套得那么深，赔得那么惨，都没有人敢讲 AI 的时候，我跟你讲买 AI， 有没有？我跟你讲买 AI， 对不对？连线上下就是抄底买，对不对？之后呢，这个月初我又跟你讲伟创，对不对？你看都是在大跌的那一天，这一根的长黑破底叫你买几家，之后证明你回快看是不是在相对低档，对不对？然后一月初的时候，伟创这根长黑，我跟你讲可以买伟创，对不对？最后是涨上来了，哦，这一波涨了20几%。好，那这几天上来，我也跟你讲嘛，说这边震荡的话，短线昨天受伤，说短线会再冲。可是我昨天有提醒你，连冲两天，你今天不要去钻追高，很容易被短被修理。你看今天冲高之后，一定会有上影线，会震荡。好，哦，那这几天可能随时会有震荡。因为台积电，你看之前涨，昨天以前的台积电金用，对，东北的，今天就下来了。对，那会不会这几天冲高的 AI，可能随时会有短线的震荡？好，第一个可能短线会随时的震荡，但是如果震荡拉回，只要十日线不破，目前短期还是偏多。好，可是当现在涨上来，一定全市场又看到 AI 了，激情打开通跨霸有望，没人讲哦，你自己想一想哦，一月初有人会讲 AI 吗？不，我跟你说 AIPC，有没有？你自己想，一月初大家还在谈华硕，所谓的新 AIPC， 对，还在新 AI， 现在回过来大家都看旧 AI 了，对，涨上来大家看好的，去年十月底有没有人会跟你谈 AI？ 没有，我都在低档告诉你，我忘了去年，去年十月底大家谈被动元件，对啦，想起来的，那时候国巨600，那个华新科涨到120、130，你那十月底去买国被动元件，现在有赚不跑，全部套牢。我讲的没错吧？十月底买被动元件，基本上都套牢。对啊，十月底买被动元件都套牢，然后十二月份打开东，十二月份一月份打开东攻 AIPC， 我来攻杯伟创。我说你不要再去追华硕跟宏基，你要回过来买这个。我还跟你举过了 AIPC， 你就算今年问世，你也不会卖，你也不可能去换电脑，对不对？好，那现在但是时间有限，重点来了哦，今晚可以来啊。哦，短线的沿着实线，短线随时会震哦。哦，你说就算明天再冲，你不要乱追。哦，一定会做震荡。哦，你沿十日线如果有拉回，至少拉回接近五日线或接近十日线，比较接近五日线或甚至接近十日线，我想你去买它，你可能比较短线比较安全一点点了。啊，你不要好平平高表的 kitty 哈，够难做好了解的喏，当日冲嘛，要不然就追高杀低嘛。上礼拜追高下来急跌两天杀低。杀低完之后又上来，上来之后再追回来，搞不好明后天给你拉短线拉回，好，你又杀出来，杀出来不敢报，过年又被杀下去，够撩钱，比比股票的 key 够做爱撩钱，因为我也是觉得蛮佩服的啦。好，但是现在谈到 AI， 现在全市场都很乐观，现在大家都弥漫在 AI， 今天应该很多人在谈 AI 哈。你看我今天要跟你谈什么？辉达二月十一公布财报，会不会短期利多出尽？股价都是事先反应的啦。对，包含辉达2月11公布财报，会不会利多出尽？好，哦，啊，但是你看了这句话，很多投资人又在想啊，1月30号，信缴是给他公告2月21，公告修固没？还很久，3个礼拜时间没差异。但是你有没有发觉一个东西？今天1月30。辉达2月11公布财报前后会不会短期利多出尽？2月11号到今天，距离现在剩几个交易日？其实也没几个，哎，说真的。好，哇，公开加的哈，这个再上去，你的好日子可能要休息。好，我在低档有跟你讲哦，可以做多。今天已经在提示你了哦。辉达公布财报前后会不会短线利多出尽？哦，会不会短线利多出尽？阿尼摩许工1月30到2月11，还有3个礼拜，将近1个月时间。没有，中间明仔再搁较拼落去。中间有放假哦。别忘，中间放了快2个礼拜。放很久。哦，中间放了快2个礼拜。我刚算了一下，4个交易日，就是有那么短，有那么短哦。哎，欸，我们是短的，我们15号啊，15号开工，啊。开工是礼拜一吗？不是。不是，开工礼拜四，哦，礼拜四哦，对，哦，对，礼拜四、礼拜五，然后再礼拜一、礼拜二，2月15开工，对啊，然后
然后隔天礼拜五嘛，然后再接下来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就是回答的。对啊，对啊，对啊，我就剩下六七，我记得，那你还包我还记错日期多了两天，我本来以为剩下六天，现在八，对对对对对，二号，对啊，拍谁？每次到得到要过年期间哦，反正就是很短啦，意思。每次只要到过年前哦，我那个日子都会算得乱七八糟。意思就是老师提醒大家，对，反正就是剩下没几天，没几个假日哦、嗯。我先给你点到这边，所以技嘉今天的创新高也是丢比较长上影线，嗯，短线冲高不要乱追，但是拉回十日线不破，嗯，做短多，短多，你要不要都跟你说短哦，我们要像这样这样做波段哦、嗯，对不对？因为离辉达公布财报越来越接近，啊，你买不一定要拼到那个叫做最后一天哦，最后一刻哦。不要丢，探丢，哥，赶紧恭喜哦！啊，如果人家有的人会提前下车，哎、啊欸，我说，你看去年八月，大家想说等八月二十三号的辉达财报，嗯，嗯你看多少，就涨到八月二十三吗？搞不好人家提前都下车的，搞不好人家在倒，你在捡。对，好、哦，啊，你这些都一样哦，不管在技嘉，你看也是十日线上来，你不管微影十日线上来，嗯、哦，那广达也是碰到十日线上来，哦，你短线沿着十日线做，十日线没破你虚报，但是一旦跌破十日线。可能整理时间要拉长，嗯，但是这十日线不破，续报上去，注意越接近二月二十一号，你做多的人，你越要提高警觉；空手的人越接近二月二十一号，你越要把你的手脚绑紧一点点。哦，如果你真的怕你的手脚绑不紧哦，你空手的人直接干脆把你的双手剁掉算了。你不要越涨越接近二月十一号，市场越乐观，嗯，哦、啊，你越失去那个戒心的时候，你越冲进去，结果又套在跟去年七月底一样，又套在相对高档再后悔一次。你不要去年七月底 AI 被套一次，这一次二月又被套一次哦，嗯，好，或者七月底侥幸听我话没套到，这次二月被套到再后悔哦，嗯，啊，熊衰的是两次都被套到，哎、那这种人叫做学不乖。哎，真的，如果去年七月底套到，如果万一今年二月哈、哦，再让你套一次 AI 哈、哦，哎，我讲，这你都不要怨天尤人，这就是你个人的操作问题了。哦，不，这学不乖嘛。好、哦，那我都跟你讲在前面，你要永远相信我跟你讲这些话。赢家、输家只看到眼前，所以追高杀低；赢家你要看到未来。所谓的未来就是还没涨，我跟你讲会涨，对不对？还没涨，我跟你讲会涨，还没涨。我跟你讲会涨，现在创新高，我没有说明天就要卖就死掉、嗯、但是在创新高的时候我已经领先告到未来了，这叫做领先市场。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如果说在这一档的、哦、今天稍微说小 A， 因为碰到月线压会震荡，但是我想可能这边震荡应该都是在这个都在低档区的，我觉得你这个在120出头这附近逢低买风险不大、哦、我觉得风险不大，这是一个。第二个谈到绿电的部分，我记得在上个礼拜连续两天上去，两天让你拉了十块钱价差，我有跟你讲哦，你不要追哦。我说这个股性，它的股性是喷的，一定会拉回整理。那你看这几天有没有像我所讲，真的下来很盘下来整理了？那你如果你不要追，喷到连喷两天下去追的，你这几天是又被套了五六块下来的。好，那这个压回下来过程当中，你要注意哦。第一个，你看技术面，就是是越接近这条叫做年线。你去买它，第一个你的风险是有限，好、哦，反正你如果接近年线去买股票，我们说真的啦，大不了破年线你停损出场啊、嗯嗯，对不对？破年线年线下弯停损出场啊，好、哦，但是这条年线至少可以撑到今年第二季了，哦，这条年线当然可以撑到今年第二季了，好，但是这个我觉得为什么这边未来如果过年前后，完了过年前剩下。四个交易日嘛，包括、啊、过年前后如果有拉回，嗯，哦、拉回到这个均线支撑之内，你可以留意原因留在那边，哦，不管是基本面是这样，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基本面是应该是全市场人人皆知、嗯，比较没有什么。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下面这个题材才是重点。电费，我觉得未来是可能在三月份、二三月这边，哦，因为如果今年要调涨电价。没有意外，应该在三月底以前会拍板定案。嗯，哦，啊，你也知道，过完年之后，立法院就要开始开会。嗯，开完会没多久，三月底以前可能就会拍板定案。嗯，哦，今年的电费你绝对会不会涨？别忘了我跟你讲过，嗯，选前一定什么都不会涨，对，选后下面都没敢的 key。啊，不管在马政府时代，或是现在民政府、民进党执政时代都一样，选前一定不会涨，选后通通都要涨回来。这是台湾，就是没办法，选举
好、哦，这个短线操、大家都是政客，都是为了选举。啊、对，那今年电费会不会调涨？你想一想，那如果万一电费调涨，谁会受惠？题材谁受惠？但是好，这是第一个会不会涨？你想一下。第二个调涨，如果开始讨论电费要调涨多少幅度的时候，题材出来，谁会什么样的股票会受惠会涨？好、哦，但第三个在谈嘛，那、你觉得电费调涨的受惠概念股是调涨确定调涨前会涨，还是在调涨完之后才会涨？我相信可能在调涨前，甚至还没拍板定案的时候就涨了，还在讨论的时候，在讨论，对，在立法院攻防战的时候，股票新起，那个叫做三毒，那个定锤是敲下去的那个时候，可能就利多出尽了。是，利多出尽刚好可能就第二季，那我跟你讲嘛。第二季以后，它年限就扣前高了。你希望你听得懂我在跟你表达什么？但是我觉得最近拉回，你倒是可以。如果对这个题材想拼一下的人，我倒是觉得说，或许在整个过年前后拉回，你可以特别留意。那如果不想拼那么硬的，我是觉得有机会赚钱呐。至少你短期间应该有几十块价差可以赚得到。那除了它之外，就像我跟你讲的，想要稳稳赚的，就是压在富的。过年前后有拉回都可以分批买，小跌小买，若有大跌更要用力买。今年一定让你看得到，早晚赚得到，而且知道你躺着赚。有兴趣的投资者，欢迎你跟着信杰老师脚步一起来操作，谢谢大家。好了，非常谢谢王信杰分析师哦，真的是苦口婆心哦，有一些地方真的要注意，老师都点出来了，如果没有注意到，没有操到的话。这个我们的影片再往前看一下，记得按赞、分享、点阅。好，明天下午的2:40也请您持续锁定趋势百分百，我们再回来，拜拜。